最大百姓是头家，欢迎收看庶民大头家，来关心这金华城案呢。今天科检继续再战羁押庭，不过这个主审法官被发现竟然曾经呛过施明德说我是绿色法官，真的会公正吗？那么大家也关心检方难道真的有压箱宝要拿出来办柯文哲了吗？另外啊，有旅日作家讲冬粉的时候用了软糯两个字来形容，竟然被网友炮轰说他用的是吃语啊。这名旅日作家还紧急道歉说以后用词会更加的小心，网友大惊，原来台湾现在已经出现了文字狱吗？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问家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丽文，大家好。政治学者施正峰老师，大家好。前立委蔡正元，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陈辉文，大家平安。金华城案持续延烧，昨天高院呢是以朱雅虎、印小薇等人的证词认定说，这个柯文哲有积极介入金华城案，因此裁定发回北检抗告成功。今天北院再度召开了羁押庭，调了一大堆的法警，以避免小草再来包围啊。好了，不过呢，高院这次呢，他说是因为依照这个朱雅虎还有邵秀佩的证述，认定柯文哲有积极介入金华城案，所以呢才撤销这个五保释回，再发回到了北院啊。所以柯文哲他也回应了。这个民众党说呢，无论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认为说这个政治攻击还有司法追杀是不会停手。那北检到底是依照什么逻辑来办案呢？是从 A 案办到 B 案再到 C 案，一路罗织罪名，目标就是要把柯文哲给关起来吗？啊，这是民众党的质疑。好了，不过这次羁押庭碰到了一个绿色法官吗？啊，这次的这个值班的法官叫做吕正业，大名一出来之后，网友上网一查，大家发现哦，这个人有故事啊。为什么呢？2013年的时候啊，他曾经呢是遭到这个监察院的弹劾啊，有八名刑案的被告都被他侵害了被告的诉讼权益，不让他到庭来陈述啊。那么认为他损及了司法信誉，还判他要减俸20%，有一年的时间呐。好，另外在2019年，当时施明德他呢自己自曝，他说啊，吕正业当庭呛施明德说：“我就是绿色法官，你不答应和解，我就要判你输哈。”好了，不过北院后来说没有查无此事啊，过去就有说明说这个法官。并没有说什么绿色法官这样的话，然后北检也说呢，请留给法官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呢。好啦，不过呢，这个金华城案是一个全国瞩目的大案呢。这个法官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个绿色法官这样的一个话？不管怎么样，现在看起来他是有争议的嘛。让这么有争议的人来审这样重大的案件，难道不会引发更多的政治风暴吗？辉文哥怎么看？这个大家都关心这个。裁定的结果，但是观众朋友，我们要用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千万不要有各种得失心呐。刚刚汉元也特别提到那些小草的朋友们，特别是前两天发生了不幸的事情，所以不管你是支持柯P或是这个不支持柯P，都不要太激动，不要太入戏，我们就看戏就好了。好，你慢慢的看，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些都是人家在演戏，我们负责收看就好了。好不好？那今天晚上稍后的，如果有裁定的结果的话，不管它的结果是什么，都会有人抗告。那都会有人抗告怎么办呢？就再走这个前天的流程，再去高院啊，然后高院再发回一次，或者高院自己裁定，或者高院又驳回，那会重走一次流程。所以今天晚上的裁定并不是最后的裁定，一定会有人抗告。我们想很简单嘛，如果说是收押禁见，假设是收押禁见，柯文哲一定要抗告的啊。我为什么要被收押禁见？我一定要抗告，我主张我的权利嘛？我不服这个裁定嘛？不服判决叫做上诉，不服裁定叫做抗告。那假设柯文哲又获得五保请回，相信馆长跟那些小草一定是欣喜若狂。那北检一定得再抗告啊！北检这面子挂不住，不抗告怎么行？不抗告，我看这北检门关一关算了。所以假设又是五保请回，一定又是抗告的，所以这种法庭的攻防什么的，但是可能比较有争议性，就是如果是交保的话，好，我以我的一点点的经验判，我觉得交保北检也不会满意啊。如果是交保的话，北检应该也会抗告，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像刚刚汉云讲，就是说，我是比较政治性的解读，待会再请教三位前辈，就是说，我认为不可能用交保来解决。如果是交保，北检还是要抗告。那柯文哲如果获得中金交保，柯文哲要拒绝交保，还是要这个就是交钱然后回家呢？当然是回家，
不要再开玩笑了，阿伯六十几岁了，不要在那边意气用事了，交保不等于有罪，收押也不等于有罪啊，为什么要意气之争呢？各位观众朋友，你听我大概讲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其实不应该在这个押或不押之间在讨论了哈，这个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哈？来，我们来看这些时间点哈，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案子为什么是哪里乌龙哈。你看柯文哲无保请回是九月二号的这个清晨三点就被请回了哈，可是你看北检什么时候提抗告？他到九月三号的下午五点才提抗告，乖乖哈，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说，他有很急吗？请问柯文哲无保请回之后去哪里？去黄珊珊的家里呀、啊，跟着陈佩琪一起，这个黄珊珊就接去那边，然后这个待了一宿之后，再跟这个陈佩琪一起回家，所以这个时间是超过二十四小时啊。所以你从北检这看到，他有很急着要押柯文哲吗？显然是没有啊，哈。那他申请抗告之后，你看高院什么时候才裁定发回？到的昨天的下午五点半才裁定发回啊，对不对？那你看今天这个二度申押庭是早上九点半才开庭，你算这个时间哈，从无保请回到柯文哲二度回北院开庭，隔了几天？九月二号的三点到九月五号的九点半，足足隔了三天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很急着要办这个吗？不是哈，你各位观众朋友，你注意这个时间点哈，北检的抗告是下午五点，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高院他做出这裁定是五点半呢、啊。为什么是五点跟五点半？很多公务人员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哎，柯文兄怎么那么巧？他们为什么要选择下班的时候才提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因为去换人呐、啊。好，譬如说礼拜二的这个值日的法官是蔡正元，礼拜三是施正峰老师。好，然后蔡正元跟我比较不好，我要躲蔡正元啊。嘿，但是我躲到五点之后就换施正峰，施正峰老师是个好人呐、啊，看得出来嘛，对不对？我等到蔡正元。这个值班的结束之后，我再把案子。不是啊，你看我蓝色，看到绿色，你要挑绿色。因为蔡委是这样，他们那个值班的班表，他们内部都有。哦。北院、北检、高院他们的班表，今天谁值班，明天谁值班，他们都一清二楚啊。好，所以他们会挑人说：“哎，我不要，我这案子不能落在蔡正元手上。”要躲开蓝色，要找绿色法官呐。我这样讲都被你搞乱了。他不是看蓝色跟绿色的，他是看那个法官他。哎，我记得，跟你公对万人，慢慢就省了。这个郑文灿哦，他是办，刚刚蔡正元讲的，你们都把他忽略，你们要学那个美国的陪审团，有没有？蔡正元讲的，都把他跳掉就对了哈。他办郑文灿是办给你看，他办柯文哲，他才是火力全开。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之前为什么郑文灿他获得交保的时候，当郑文灿啊，你看他喜滋滋的从桃园地方法院走出来的时候，五百万交保，第一次他是五百万交保，可是赖总统就说重话了。所以郑文灿后来一千两百万交保，在第三次的时候，郑文灿就进去了。那我们就拿郑文灿跟柯文哲来做一个对比，就非常的简单，就是说郑文灿的案子是我们所了解的。各位桃园的乡亲，我们桃园有两百万的这个乡亲住在桃园，郑文灿在桃园市长那八年，他怎么会去挑这个案子来办呢？我相信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嘛。所以你现在回头来看，说办郑文灿呢，他是对郑文灿有被收押。但是他是办给你看呢、啊，他并没有非常认真以办柯文哲的力度去办郑文灿呐、啊。那郑文灿的案子是什么时候？二零一七年嘛，大家都会背的哈。七年前的二零一七年，那我请问大家，金华城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二零二一年的事情呐、啊。应小薇从他当市议员之后，跟沈庆金的关系，然后在市议会六年帮金华城开的三十四场协调会，好，非常的卖力，非常的这个。负责的要去推进化成的东西，那你的刚浩远也提到高院的裁定书，听到说有所谓的这个通话记录，有这种这个监听文，什么时候监听的？我们不可能在二零二四年去监听二零二一年的手机嘛，我们一定是二零二一年的时候就监听的手机嘛。那我就请问大家，二零二一年的时候总统是谁？那时候为什么不办呢？金华城的争议是我们是二零二四年才知道，可是你去问。问这个林清荣也好，陈其迈的副市长，你去问林宗明局长也好，你去问金华城，人家像苗博雅啦、游淑慧啦、简淑培这些金华城的专家，那个都是2020、2021一路从监察院、高等行政法院一路这样子的台北市政府诉讼是赢的呢，我诉讼都赢了，我还送金华城容积，你是对啊不对？
就我台北市政府打行政诉讼赢了，然后我还赔，这是对吗？这个很离谱嘛。但是观众们，我不希望大家掉入这个金华城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它都是蔡英文在执政的时候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是现在才办呢？你不觉得奇怪吗？还是那时候的检调单位都出国了，去泰国、去帕泰亚，都出去玩了。然后刚好监听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听，我们说我们2021年监听的东西，我们2024年才发现。你觉得有可能？不可能呐、啊，好，不可能。所以我非常的遗憾，就是说这个东西他办郑文灿的时候，其实啊，我这边也特别讲柯文哲跟黄国昌。他们的误判是什么？就办郑文灿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很高兴啊，哦，新潮流的大哥，哦，这个办得好，办得好。可是等到柯文哲在一个多月之后，轮到办柯文哲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形哦。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哦。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不要太在意这个？因为你看今天那个林宗明局长又针对大巨蛋，针对这个李文忠，就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学，当年台北市长办公室的主任哈，李文忠就是被200万交保那个。如果再加上大巨蛋。柯文哲是有7个案子啊，五大案加木可加大巨蛋就有7个案子啊。那我就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设这一次金华城的部分要声压柯文哲嘛，对不对？北检9625是我要声压，假设失败了，不是不可能失败哦，假设失败了，那北检手上还有什么？我还有6个案子啊，我还有北市科，我还有台智光，我还有国菜市场，我还有南港转运站，我还有木可，我还有刚刚陈慧文讲的大巨蛋，我还有6个东西在手上。我可不可以过了一个月之后，我从这6个案子里面再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我再办你，我再传你，我再声压你，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啊。所以金华城它只是第一道菜而已，后面还有6道菜在等着柯P啊。好，所以小草们就说，我们把它看远一点。这个案子我没有要帮柯文哲的贪污案辩护了，因为我没有投靠柯文哲啊，柯文哲也不会收我哈。但是柯文哲他之前在台北市长8年做的事情，应该是当时就要办的，不是吗？这个郑文灿的案子我也是这样讲的，你2017年他在桃园市长官邸收500万，你为什么不办呢？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我要跟赖清德喊话了，就直接叫你赖清德算客气了，那你就办蔡英文啊。当初拦下来的不就是蔡英文吗？高端鸡蛋快筛疫苗，郑文灿、柯文哲这些案子，哪一个案子不是蔡英文拦下来的？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办蔡英文？我没有要查蔡英文的论文啊，因为我没写过论文，我不知道论文什么。但你告诉我，那这些都是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拦下的案子。今天赖清德，你真的要做司法改革，你真的要除恶务尽，那你就办蔡英文啊。当初拦下来的是谁？都是你们这些检调人员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子的，因为主持人，你能够了解我的苦心吗？今天我们台湾，这我也呼应柯文哲跟黄国昌，我们现在的政治跟司法是什么？我不办你，我就不办你；我要办你，你跑不掉。哪有这种事情呢？那你这些司法人员，你这些检调人员，不就是总统执政者的这个爪牙吗？血滴子，我要修理你，你就跑不掉。没有，不能这样子。蔡英文，我跟各位讲的，蔡英文开红灯是错的，赖清德开红绿灯也是错的。哪有什么红绿灯，又不是过马路，不是红绿灯，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听不懂哦，赖总统在树摊，我们要支持他。你们的逻辑太幼稚了。红灯跟绿灯，司法不是这样子啊。我想办你就办你，我不想办你办，哪有这样子？那我还要看总统的脸色吗？我要看总统的心情吗？对不对？我们没有要为任何的贪污舞弊来这个解套，但是我觉得你该办的时候不办。你现在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你这样子大军出动的要去办柯文哲，这个讲不过去啦。这个就是你当初蔡英文种下的这些东西，现在赖清德在处理这东西，难怪很多小草们觉得不服啊，对不对？那我最后再讲，我请问各位观众朋友，今年的总统大选公平吗？如果你去年就办柯文哲，你前年就办柯文哲，去年会有蓝白合吗？这个总统大选是被偷走的、啊，不是吗？所以我为什么对郝龙斌跟游淑慧我一直耿耿于怀、啊、你们是国民党的大将，柯文哲在台北市搞这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吗？我没有批评简淑培跟苗博雅，因为他们是绿的啊。可是蓝的呢，到今天还有人期待说像一些参赛，我们要帮柯文哲讲话，我们在国会要合作，我们要蓝白合。我觉得这个整个选举跟政治跟司法是非常不公平的。
不过这次高院裁定发回，传出说是因为彭正生曾经说他是奉市长的指示来主持会议，甚至是还爆出说有录音档。那么今天呢，检辩再度针对是否要羁押柯文哲展开第二度的攻防战。台北地院法官在程序庭上表示啊，为了保障柯文哲的防御权，检方不能够再提新的市政，意思就是说啊，最新的像是邵秀佩啦、彭正生的证词不可以列为这一次的审理范围。不过检方看起来铁了心想要压柯文哲，但就像赵浩康说的，如果真的有证据，那为什么上一次不拿出来，反而是放任绿媒报道的绘声绘影？那如果当初检方直接在法院拿出了一枪毙命的证据，那不是早就已经一翻两瞪眼了吗？那现在还需要再演这一出，还被柯阵营质疑说是在罗织入罪吗？立文怎么看？不是这样的啦，如果有证据一翻两瞪眼，如果有证据一枪毙命的话，就不用押了，就直接起诉就好了。压起来不是代表他已经有罪了，叫做压起来，压起来是有助于侦办，就表示说他的侦办还没有完成，但是在这个侦办的过程当中，检方认为要把当事人压起来，否则他可能会逃亡啊，他可能会串供啊，他可能会灭证，所以才要压。那如果像这个赵浩康说的，已经有一枪毙命的证据，就直接起诉就好了，就直接起诉开庭就好了，就好像那个高虹安也没有被压呀、啊，那他也被起诉啦，也被判刑啦，哦，所以第一个，这个是在程序上面的一个问题啦，哈。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媒体的报道之所以抗告成功，就是原本的这个声押失败嘛，被当时的地方法院无保请回柯文哲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已经被高院就是作废了啊，所以呢，抗告已经成功了。那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新市政吗？哦，因为台北地院现在要重新就这个声押庭再开嘛。那在开的程序庭之前的时候，就跟两造说不接受新市政嘛。那如果台北地院不接受新市政的话，那高院有没有接受新市政呢？不晓得，不得而知。因为媒体是说有了新市政，有了后面。就是这个邵小姐有没有？她呢不是出国吗？然后就被当时媒体的描述是一个乌龙哦，就说她潜逃，结果她其实没潜逃，她乖乖回来，回来之后就去应讯，应讯完也没事就回家了，所以被媒体描述成为一个乌龙。但是呢，这个邵秀佩呢，在检方抗告成功之后，媒体就说哦，是根据了邵秀佩的证词，那就表示不是乌龙嘛。那就表示邵秀佩的确对检方来讲很有用嘛，那就表示邵秀佩是否真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证词，起码证实并非像柯文哲对外宣称的他毫不知情毫无接触，这个我们不晓得。那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弃保了呢？哦，那只能说他们的新闻稿里头其实也写得很简单啊，哦，看起来他只有说高院形成的新政跟当时的地院是完全不一样的。高院认为说地院怎么能够产生一个新政是看起来柯文哲毫无嫌疑呢，对不对？然后毫不知情呢？高院觉得不是这样啊，柯文哲涉入其中，而且搞不好涉入很深，绝对不可能毫不知情，所以才让这个检方成功了嘛。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就原有的市政到底有没有办法在现在开的这个羁押庭里头让检方成功的再押柯文哲，这待会大家很快就会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在这边断论了，哦，那柯文哲第二个就刚刚这个辉文讲的，那如果是没有押成功，是交保呢？是像郑文灿那时候就几百万啊，甚至几千万啊交保呢？那么不是报道说柯文哲的策略的确是要拒保，啊，就是说上演类似陈水扁那一出我无罪，啊，对不对？要把这个政治的张力这张弓拉到最满，然后呢政治动员。那这很明显的是柯文哲在这一场司法大战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所以他会不会拒保？那也有人说当时呢第一次为什么法官会让他无保请回的原因，也是很怕在法院上演他拒保，这个法官就觉得他不想惹那么大的事啊，所以呢反正各方的猜测各方的揣测都有。不过呢我倒是同意辉文讲的，这个又不是已经这个没这么严重好不好，我觉得他不需要去上演这一出啦，应该不管怎么样
继续，他也可以抗告啊，对不对？然后他们还是可以走法律，还是有很多自证清白的程序跟方法嘛，倒不需要这么的悲壮啊，好像烈士一般，我觉得倒也不至于。但第三呢，就是刚刚我想顺着辉文的话讲，辉文讲的非常好，就有关于为什么当年不办，为什么蔡英文下台了，时隔这么多年了，现在才要办。那么这些东西对于当权者的算计，对于他们把司法当作工具，这都是可以口诛笔伐，非常恶劣。但我觉得我还是想知道，金华城如果是一个重大弊案的话，我还是希望所有相关人等所有贪官通通被抓到，通通都被办到，也不能够因为别人的政治计算就让你没事啊。我个人觉得这还是两回事。所以今天如果像大家所形容的，我心中的疑问是，检方这么笨吗？检方这么白痴吗？如果他手上没有握柯文哲任何一丝一毫的证据，他的证据顶多只办到彭振声，他为什么像刚刚辉文讲的如此大阵仗，而且非押柯文哲不可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司法的攻防也不是求一次就要把它压成啦，这个办案总是有很多办案的技巧，很多办案的技术，检方手中到底握有多少牌，到底握有多少筹码，我们不得而知。他这些牌这些筹码什么时候打，怎么打，这也都是检方的盘算，甚至于检方他要如何对外泄露什么样的消息，虚虚实实。有人说，哎，你看这个绿媒写的东西都是错的，你怎么知道不是检方故意给他错的资料呢？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这样。那这些虚虚实实就是都在过招嘛。今天柯文哲如果真的很清白，我不相信台湾的司法绿营再怎么样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入他于罪。他们要抓马英九抓多少年了？抓不进去就是抓不进去啦。但是今天如果柯文哲有罪，你绿营再怎么想抓他也不一定抓得到啊。如果你没有掌握证据，我们法律就是这样嘛。法律之前我先把你当作是无罪看待嘛，对不对？我拿出证据证明你有罪，我才能给你定罪啊。否则你就算全天下人都知道你有罪，我没有证据，司法也不能够办你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对这个案子，我们平常讲得很轻松，说是吃瓜群众，但是我倒是很想想看两边大斗法。我其实身为一个市民，大家最想知道的是金华城是不是一个弊案，看起来是个弊案，是个大弊案。那这个大弊案到底有没有在柯文哲的授意底下或柯文哲的纵容底下所完成的呢？那就接下来看事情的发展嘛。就如同辉文讲的，押了不代表他有罪，没押也不代表他无辜啊。接下来还有很多好戏可以看呢。好，柯文哲涉入了金华城容积率的弊案，北院也冲开了羁押庭。那么赵少康感叹说，其实要办柯文哲图利罪是非常容易的。郭正亮也批评说，全球只有台湾有图利罪啊，美日欧都只有收贿罪，因为图利罪的灰色地带很大，图利罪应该要被删除。好啦，那么如果说柯文哲真的有收贿的话，那他连被关当然都是应该的。问题是，那么柯文哲说了，他说厂商也是选民啊，也是民众啊，那让民众获利真的是完全不对吗？不能图利百姓，难道应该图害百姓吗？过去民进党全力的护航高端疫苗，结果呢，青绿的学者李秉颖当时还说，政府图利厂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政府壮大企业是该做的事啦。那政府花了上亿元找了超思进口鸡蛋，连个合约都没签呢，怎么不用办超思，不用办高端图利罪呢？蔡委怎么看？我觉得陈辉文哈，这个对赖清德期待太高。那我觉得郑丽文哈，对台湾法律期待太高。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现在庶民社会共同的认知。每一次民意调查都觉得对司法的品质都有很多很多的负面的见解，所以也会造成说，蔡英文总统一上来就说我要做司法改革，哇，开了很多会啊，结果呢？
刚才你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赵少刚讲对啊，这个柯文哲 要追杀他用图利罪非常容易啊，因为图利罪的理由是抽象的、啊，是可以掰的、啊，不法明知违法，你怎么知道明知？啊，不法什么叫做不法图利？啊，这个在外面太模糊了、啊，哦，所以全世界郭正亮讲对，就是没有图利罪，只有台湾有。早年这个江炳惠也曾经要把它废图利罪，那后来就讲一讲就没了，哈、哦。那现在我们来讲说，好吧，假设真的有需要图利罪，请问一下，高院讲说柯文哲积极介入金华城，什么叫积极？啊，什么叫介入？他市长啊，对不对？那如果要积极介入，刚才柯文讲对啊，蔡英文积极介入高端，你们疫苗你们没看到吗？要不要办啊？我跟你讲哦，赖清德有 LP 去办蔡英文吗？没有啦。因为什么？蔡英文是美国人保障安全的对象之一嘛，这还解释吗？他跟美国买那么多军火，赖清德敢办他嘛？再来，超市蛋敢办陈吉仲吗？小吃店买的快筛剂敢办陈时中吗？不会啦，想太多啦，怎么可能？那个是一看就有弊案的东西耶，而且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呢。金华城还没有花纳税人的钱呢，这道理差很远，这还用解释吗？没有花我们纳税钱，避个头啊，避，对不对？这道理很清楚嘛。只是说你政府要给人家奖励投资的道理多少啊？我跟你讲，我很对很多官员很不爽。人家老百姓盖个房子，好不容易盖个房子，台北市多贵啊！嚯、哦，要跟他要求点容积率哦。嚯、哦，好像我是大爷，我公共财是我市政府的官员，我都委会委员，我高兴给你多给你，不高兴给你就不可以给你，你算什么葱啊？人家那个不要讲说那个，你看看高雄随便的容积率就是一千几跳了。好，不要讲高雄了，好不好？讲香港好不好？讲上海，讲纽约好不好？哪一个不是容积率随便你说几千几跳？那要不要做管制？做总量管制嘛？就哦二十啊，就给你二十哈，超过二十当然是就是违法嘛。没有超过二十，人家哇为什么给辉文十五，给我二十，给他二十一？哦，那二十一到一趴是弊案，可以这样讲吗？对，所以这个为什么说赵少康会讲说要办的土地就很容易，就太抽象了。可以，检方可以作文比赛，啊，比如刚才那个错了啊，他错了，图利罪我一直要废掉，图利罪就是刑法的盲肠，图利罪要成立非常困难，不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拿来折磨人。对，监察院哦，叶耀鹏委员在的时候调查过，他就发现图利罪什么定罪的几率那么低，可是诉讼时间那么长，对，换就是拿来整人的，对，没错。就拿来整人的，是，对不对？是，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司法改革就要从废图利罪开始，这真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罪。你可以想象全世界没有人把它定罪，只有台湾定罪吗？有啦，以前还有一个国家叫泰国啦，所以难怪泰国跟台湾的蔡英文老师写不清楚啦。对啊，那后来泰国也废啦，那我们台湾还在留着图利罪啊，哦，所以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哦。那现在就是说，这个要查的，就是说，到底柯文哲是不是明知违背法令？那个法令我写清楚吗？没有哎、欸，我翻个老半天，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没有，都市计划法没有，他只说上限 20%。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现在吵的就是这个 20% 啊。那我问过建商工会。平均起码都是 15%， 只要你在马路边、啊、要拿到 15% 以上的 都很容易、啊、巷子里面当然、哦、因为什么日照啊高度啊、哦、那个东西、啊、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全台湾没有一个建案，没有全台北市没有一个建案没有奖励容积率的，没有、啊、不我不吵什么，这不是吵什么哦，对，那当然有人讲说哇有人主张啊什么560、300千，那是陈水扁时代没讲清楚的事啊，就是哦，你要捐30%，然后这那个吵，金华城也没有得到好处啦，他是争取他该拥有的权利到底是多少而已嘛。是吗？
是啊，不是不是，这个东西容我插嘴，我从不插嘴的，但我从法律的告诉大家，他为什么是弊案？他请求的东西是合法的，政府给他合法的东西，并不代表他就不是弊案。官员可恶就在这里，合法的东西如果他要行贿才能够拿到，他就是弊案。那是官员弊案，不是厂商弊案嘛？那你厂商行贿，官员收贿啊，就叫做弊案。有时候厂商真的是被迫业主被迫送钱嘛？是啊，是啊。但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啊，就是说今天他讲对了，对，今天这件事情他到底合不合理？其实柯文哲大可以大大方方说这是陋习，这是恶法，所以我改革，所以我从这个案子开始，但他没有选择这样讲。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陋习，这是一回事。那如果别人都没给，只给你方便，这也是也可以。但是就是刚说的图利罪，我觉得图利罪是要废除，我就不再废话了。但是如果他是合法的，又是合理的，可是逼着今天商家必须行贿，然后政府还收贿才做这个决定，它就是弊案。对，收贿罪的弊案的性质是在于官员，对，就在这里，不在于业主。对对对对对对，是啊是啊是啊。哦，不过大家都很关心的是柯文哲到底会不会收押呢？这恐怕就要看检方到底有没有办法提出有力的证据。但是民众党就披露说，上一次柯文哲被检方押了70个小时啊，没有洗澡，没有吃到热食，全部都是吃面包配果汁，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办法熄灯，甚至是候审室的马桶呢就在床的旁边，被网友痛批说这是个地牢吗？哦，民众党也点出说，柯文哲在候审室啊，双眼直视着监视器啊，其实就是要看司法检调如何被操控。当然了，柯文哲在金华城案是否清白，还是要让证据来说话。但目前看起来，这检方好像没有掌握到关键的金流，就想要找个图利罪把柯文哲给压起来吗？如果今天掌权者真的可以拿司法来追杀政敌的话，这把刀今天可以拿来办柯文哲，那明天是不是也可能拿来办你跟我呢？石老师，我先回一下刚才慧文讲说为什么没有处理蔡英文呢？因为是国家队，就不用处理了。啊，交不不个体国家队嘛，好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个宇昌案是不是？宇昌是拿国家的钱来投资他们家的公司嘛？哎，就是讲坦坦塞卡料料安嗲嘛，这最典型的。哇，你苗语超好的啊！所以为什么他会跟台湾台语超好的啊？所以他为什么要跟这个苏贞昌会翻脸嘛？他就是拿陈水扁的那个令箭来杀他嘛，所以苏贞昌很不爽，所以以后你不要找我了，你自己去找阿扁嘛。好 ，OK， 好，接着说，我看到最近这样的媒体的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煽风点火，我看未来会怎么样呢？那我们政治人物，我们大家就是说，我们就无为嘛。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议员呢，哈，这明代呢，就是说我就无能啊，无能为力的。好 ，OK。然后呢，我们的公务人员就无知嘛，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样子嘛。那我们怎么办？就停顿在吃老本嘛。坦白讲，想做事的人都怕的要死啊。我坦白讲，就是说刚刚在讲的这些东西，好，就图利，他现在不是在讲说我图利那个法律的人，他在讲说图利，因为就有那个现实收藏人给我抱怨过啊，因为我们的钱很少，我们也要一定招商嘛。那招商一定跟他讲说，这一定是有好处的，对老百姓有好处嘛。啊，这有什么错吗？OK， 又不是拿国家的钱或者是怎么样来，刚才委员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好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心力以外呢？第二个，我到底现在是拿国家的钱呢，还是拿这个所谓的捐款呢，还是拿补助款呢？这是为了人家要建设的这个部分嘛。好 ，OK， 再来呢，我们再讲好了，就是说用印的部分啊，我不晓得他所谓六颗是刚好六张一样的，我盖了六，至少我做一个简单学术界的一个主管，我就知道说有一些是我的秘书就可以盖的。有些是要请示我才可以盖，有些是我要亲自盖才可以，有分层负责、代为决行等等这些东西嘛。然后他在讲说不知道，我想不知道，意思说有些是很细节的，我那么多，我可能还要回去看一下，我怎么会知道？其实我真的要指使的话，大概其实有三种方向，一个说。啊，你就一定要让他不会讲说一定要让他过了，雷根他一定那个所谓的伊朗门事件呢、啊，他只要皱个眉头，你就知道有人会帮他扛嘛，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说，好了，我们一定要走过去，让他觉得心服口服嘛。啊，第三个是假装的啦，怎么他玩一下？我说好啊，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对不对？如果真的要玩的这个时候呢，所以我觉得这几天里面，这差不多10天我没有来的话，就是说，唯一台湾现在最贡献最大。就
就蔡委员刚才提到这个部分啊。好 ，OK， 好，就包括国宾，国宾为什么会过？我们都知道他是他背景是什么嘛？他跟绿营的关系，从我们知道那个关系太好太好太好了，我不骗你的，有关系就没关系。好 ，OK， 所以呢，你说你就跟他讲说，我们就停用一年嘛，然后呢，经过老鼠或蟑螂以后呢，会变成围楼嘛。然后围楼以后，我要补助他，爱改勾夹，你看在，因为有公共危险，所以我要鼓励嘛。然后你这个就是你看到是几年，我跟你讲这个跟几年没有关。台湾有多少那些建筑的地震那些学者该枪毙？我跟你讲就是帮凶，三十年就是内行人。我跟你讲，三十年就是围楼乱讲。你去伦敦、巴黎、维也纳看，超过百年的那些建筑有多少是好好可以维护的，好吗？他们就是帮好炒楼的那些人嘛。所以我觉得那完全是不是，好吗？其实他就拿这个来控制你的啦。那个你刚才讲那些办法都是戒严时代的，就是要来管你的，就是。勒你的脖子嘛，好吧？我今天我们看没有错，今天可以这样把我们玩得要死的话，我跟你讲，这些所谓的这些徐州路毕业的这些人太可恶了，好吗？这些人就是帮凶，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可以当大法官嘛，就怎么样？那这个以外，那个也是徐州路毕业的，徐州路毕业一堆坏人。原来是在骂我，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金华尘案让大家很关注的，还有这个高雄国宾饭店的容积率也很奇怪啊，1142%。好了，主管机关解释说，因为是商务用地，法定容积40%，840%，然后加上围老的奖励36%，所以呢，哎，加一加，哎，乘一乘，就变成了这个1142%了。不过呢，国宾饭店周边的住户就说，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2020年国宾提出的结构安全评估报告 R 值还不到30，表示很安全。可是呢，经过短短的一年，没有任何重大灾情发生，结果呢，突然一下，这栋建筑物的 R 值变成了65.71，突然一下变成了一间危老建筑。万一这个房子结构真的有问题，为了民众的安全，当然该督更。问题是，如果2022年的国宾已经是危老建筑，为什么饭店竟然胆敢继续营业到2023才吹熄灯号呢？到底是业者草菅人命，还是容积奖励有猫腻呢？蔡委员怎么看？里面水很深，猫腻很多。当然，如果就都市发展哈，我讲过我的立场是尽量给老百姓容积率。尽量给，才能够做都市全面的更新。如果说像高雄的国宾饭店容积率可以高达1142的话，你给台北市任何一个巷道里面的建筑，它明天马上就盖新的啦。台北市会有大量的住宅供给出来，缓解台北市的这个住宅不足的一个紧张关系。可是我们如果是要讲法律的话，就台北、高雄一律适用啊，这个。所谓的危老建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建筑年龄超过30，合不合理？刚才这个施教授已经批评过了。第二个就是结构要危险，那结构危险的指数呢？一般来讲是以50为基准，哈。那现在怎么去年查30，今年查65.7？哇，一年之内。是不是辉文经常去住，所以使它结构上突然间不安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不懂啊，哦，所以，这个，而且它是什么样呢？它令人怀疑的是，第一个，它只靠一个结构工程师就决定了。哎呀，那个都审还不用那么复杂呢，还比这个复杂，台北市比这个复杂。然后台北市啊，金华城还有公开展示，它这个怎么样呢？他说哦。我这个结构工程师的评估报告，哦，是我们个人的私人智慧财产权，不可以公告。你敢听来逻辑？你听得进去吗？那金华城是所有的资料全部要公开，他说这一部分不能公开，议员跟他要也不准给。哇，高雄我够厉害嘞，哦，真的很厉害啊，哦！再来，他说我们给他是36%奖励容积，没有错啊。可是不要忘记，围绕建筑奖励容积上限30。你多出来那个6%是找什么理由啊？爱河旁边比较漂亮，是加6%，是不是？我也不反对啦，我先讲我不反对。那为什么台北市奖励容积金华城20%，只是比一般人大概多个4-5%？你就说这里面有弊案？还有刚才立文讲的，嚯，还要花钱去怎么疏通啊？疏通才给你这么一点点？那人家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哦，啊，告他跟立营关系很好，自己再加个6%给你，是不是？
那、啊、这个行吗？这合理吗？我们再问清楚，这是合理吗？还有问的 更好的问题是，旁边的邻居讲说，哦，他是2022年就说是危老建筑，那个报告写，可是2023年才停业，哇，他这一年危老建筑还收客人呢，啊，啊，这个是危及所有的人民的生命财产呐、啊，他还好意思，而且市政府还准许他继续收客人，你是把我们大家当什么？啊，当我们是 IQ57 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要讲就讲，但讲个道理，你不能说我今天这个赖清德上台，我要整柯文哲，我就找一堆理由。那个陈吉迈办了，这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哇，这个发展高雄啊，哦，那再就说哦，你们台北比较发展了、啊，我们高雄不发展，还批评我们高雄给容积率。那我问你啊，高雄的商业区来的重来的这个繁荣，还台北市商业区来繁荣？那高雄为什么可以有商五第五种，台北市只有商四？你知道猫腻很深嘛，对不对？你来，我给你画商五，对不对？好了，我们就咳嗽下去，好不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网络上出现了之语纠察队啊，有旅日作家呢在这个粉专上介绍料理啊，他用了软糯这个词来形容冬粉的口感，没有想到马上被出征呢。而这个作家被吓到，赶紧发文道歉说，未来我用词一定会更加的小心。结果呢，一堆青鸟还称赞他说，哇，这个是很好的示范啊，知道悔过就好。所以原来现在我们已经活在了文字狱之中吗？否则为什么讲个软糯都不行，就十恶不赦吗？那现在连无赦这个政治的专业领域发文都要一字一句的来被检视，这就是民进党口中的民主国家吗？辉文哥怎么看？这个因为被韩国瑜院长说感化哈，所以对这一种层级的网友，我都是爱与包容啊。我就故意讲说晚上好，不能讲晚上好。讲晚上我就被统战吗？我不能讲干饭吗？干饭跟吃饭的意思是一样，我就不能讲吗？我就不能说我在网络发的很多视频吗？那都是大陆的用语又怎么样？怎么会怕那些青鸟在出征？怎么样跟那些网友这个一般见识去跟他们计较呢？这些青鸟的朋友哈，没有关系，就我看待青鸟哈，这个汉语我看待青鸟跟看待小草是一样的，他们总要经过一些社会化跟社会历练之后，你们才会知道说。支持赖清德跟支持柯文哲都是错的，但是也不要去支持国民党啊，国民党更烂哦。那我简单回答一下刚刚郑丽文委员的问题，我终于听懂他讲什么了哈。郑丽文的意思是说，高院发回的理由之一，他是讲说哈，有邵秀佩的证述嘛哈，这上面都裁定书都写。可是北院今天开庭说，我们不可以引用邵秀佩的证述，那你北院高院不就矛盾了吗？那到底是高院队还是北院队呢？我是看不懂，所以我们到时候再来问郑丽文，我是看不懂。可是你看北检的新闻稿，北检在这个之前的新闻稿，他是明确的告诉你说，柯文哲是涉犯了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的第四条。好，我们看北院的裁定书，北院9月2号裁定书，他也明确告诉你，柯文哲虽然说犯罪嫌疑不重大，可是呢，检方也是针对第四条，也就是说，不管是北院的裁定书或者北检的新闻稿呢。北检他声押柯文哲是说柯文哲涉嫌收贿啊，对，好，所以你看刚刚郑丽文讲话多拿捏，就是说他不会说柯文哲有收贿的证据，只要他涉嫌有犯罪嫌疑重大，就可能会收押他。所以，可是你看北院这边讲说柯文哲的犯罪嫌疑不重大，有没有？我们看这裁定书，他第一行就写柯文哲的犯罪嫌疑不重大，无保请回啊。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北检在第一次声押的时候，就是乱七八糟乱搞啊！不然人家怎么跟你说他的犯罪嫌疑不重大？这不是很好笑吗？你办的一大堆，我最后讲我的这个结论就好。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个是柯文哲之前的督发局局长，好，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后来跟柯文哲这个点点点什么的，但是我是要告诉大家。在整个金华城的过程里面，绝对不是蔡正元委员讲的这一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发言的机会，换我讲了哈。就是说，柯文哲的副市长、柯文哲的局长、柯文哲的那些台北市议员、柯文哲聘的那些督更委员，有多少人提醒他说：“哎，市长安内唔好，安内突车哦，安内可能会突利哦，啊，你要注意哦。”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人提醒他？没有。没有。不要胡乱。不要打断我，不要不要翻脸，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打
当中说谎，没有，我没有说谎啊。我说林卓明讲错了，你起码逼我。我觉得我那个汉语，我以后不要再跟蔡正元同台了。为什么？因为韩国瑜教我要爱与包容。我跟你讲哈，林清荣、林宗明、苗博雅这些人，将来都会在北院的公开审里面逐一打脸蔡正元，我不会放过他的。不会。好，你要帮柯文哲讲话，我无所谓啊。你要投靠柯文哲，我也无所谓，我也无所谓，我也无所谓，没关系，没关系。他们有没有告诉柯文哲说不能这样子？那些都跟委员都告诉他说不可以说不知道一语带过啊。所以柯文哲第一次出来讲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是一个无知的市长。黄珊珊说没有啦，不是不知道，是不干预。这么大的容积案子，你说不干预，那你就是个无能的市长。我请问柯文哲，你是无知还是无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语言到底是拿来沟通还是拿来做文字狱检查的呢？软糯也不能用，这还真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施老师怎么看？其实我是不知道这个名词啊，但是有一些名词是约定俗成，然后觉得好用的时候我们就捡来用，应该也没关系。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日文而来，从英文而来的，应该也没什么吧，互相学习嘛。只不过说像语言是其实是要鼓励的，不应该好像纠察队一样。比如说我讲我的客语的能力差不多是小学生啊。啊，有一次我去高雄，他们就说，因为我要跟客家社团讲话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李永德当副市长还是什么的，就说啊，你要用客家话，我开始用客家话，然后曾国海医师最近往生说，你讲得太烂了啦，所以从此我就不敢讲了，你知道吗？我本来还可以讲的，现在连讲都不敢讲了啦，所以我现在连讲英文我也不行啦，我又讲英文不会卷舌，又没有英国腔，你知道吗？我哪敢讲呢？啊，所以像这些东西到底对或不对，但问题。就是说你每一次要讲一句话的时候都要想一下说这个是不是现在中国在流行的一定要这个样子吗？还是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的才可以吗？然后美国的就可以好像很优雅的样子吗？是不是？哦，我就想说啊，我们宪法里面有没有规定可以吃饭啊？那个赵他们的讲法说宪法没有规定嘛，调查权是没有嘛，那是不能吃饭呢，那国话也不能用啊。最惨的是中医啊，你知道我年初的时候跌了一跤，然后我们也知道西医大概就跟你就是说让你所谓的吃抗生素等等，接着就是还是一瘸一瘸的啊，但是还是我们的中医帮我每个礼拜去针灸两次啊。错了，不能讲中医，讲知医。哦天哪，中医有什么的？我没有这，然后中医不能看吗？我觉得最扯的是外行的施老师，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台派叫做汉医啦，没有去问罗锡坤，那么多干什么？我还故意讽刺的啦，不是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啊，看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朋友，他老婆不准，他先生他不准他老婆去统一超商买东西啊。啊！哇，受不了啊！已经到这种程度啊！你知道吗？要开始改独立超商。对啊，所以我也讲说啊，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说这样子的，其实真正的你要达成所谓的独立建国，你要内部去说服，然后去说服中国，我们之间要怎么好好的，然后天天一天到晚在拿一个放大镜在那边，你对不对，或是怎么样子？像我的话，像我跟我老婆，他们南部给卡达车，我讲 TV 啊，我讲萨文。哪一公得扣还是什么啊？然后我们说不能讲，这些都是闽南语，都是大陆的人在讲的。我们说我是讲国话，他讲开了。然后我讲番茄，他说好像差不多啊，还是什么？不好意思，我在讲这哪有一个标准这个样子？不好意思啊，我有一阵是国语科学委员会的闽南语的上播。